您好，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，我是吴怡玲。台湾搜救队结束土耳其赈灾救援任务，返台前在机场受到土耳其民众热情感谢，掌声长达五分钟。搜救队表示，协助救灾只是尽自己的责任而已，不必言谢。而这句话也道尽了所有搜救队员的心声。台湾搜救队协助土耳其赈灾救援任务结束，撤离阿德亚曼前向灾区敬礼致意。土耳其与叙利亚接壤地区6号发生规模 7.8 强震，罹难人数已超过41000人。台湾搜救队出动130人、5支搜救卷驰援，经通盘考量后，搜救队12号结束任务，15号搭乘专机返台。伊斯坦堡机场的电子告示栏上可见向来自国际81队搜救队的感谢告示，并展示台湾等国的国旗旗帜。而台湾搜救队登机前也受到机场民众热情欢迎，掌声更长达五分钟。搜救队员表示，每回看到土耳其民众将右手放在左胸前表达感谢，总觉得只是尽自己的责任而已。而这句话也道尽了所有搜救队员的心声。台湾搜救队这次不仅打响了台湾知名度，拉近台土两国之间的距离，更就地捐赠携带的4吨搜救装备器材，给曾于921地震时来台协助救灾的伊斯坦堡志工团体搜救协会搜救队，强化互助机制。中央社记者钟佑珍伊斯坦堡报道。日本各地最近有许多祭典登场，像是加氏鸟祭、鸟与火祭，还有梦幻的雪灯笼节，民众在寒冬中热血沸腾。冷还要更冷，民众只穿着底裤，披着稻草做成的斗笠鸟服装，在寒冷的天气里跳舞，跟旁边穿着羽绒外套的游客相比，实在有够冷。旁边围观的民众也没闲着，一有机会就往他们身上泼水。这里是日本山形县上山市，每年二月都会举行加氏鸟祭。根据保存协会的介绍，已经流传大约400年，民众忍着寒冷和冰水，就是为了祈求生意兴隆，远离火灾。他们也相信拔到斗笠鸟头上的稻草会有好运。熊熊烈火燃烧得相当旺盛，镜头来到日本爱知县西尾市，时隔3年举办了鸟与火祭，身上泼了水的民众争相跳进火焰中，就是为了要拿出里面的树枝和绳子再供奉给神。这个活动被列为日本重要的无形民俗文化资产，可感受到日本民众在寒冷天气中的热血沸腾。每年二月，日本山形县米泽市的上山神社会举办雪灯笼节，上百盏雪灯笼一字排开，一片梦幻，和白天雪白的景致形成完全不同的气氛，也吸引众多游客慕名造访。中央社综合报道。在海外，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，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，分布5大洲。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。低生育率和人口负成长是一个全球性现象，中国也因为出现人口负成长而陷入困境。近年陆续提出各种提高生育率的政策，其中各地精子库为了鼓励捐精，提供丰厚的补贴，引发热议。20至40岁之间，五官端正，身高超过170公分，没有明显掉发，这些都是中国北京人类精子库对捐精者的要求条件。完成捐精流程，最高能获得5150元人民币的补贴。近日，中国各地人类精子库向当地大学生发起捐精创意，鼓励符合条件的大学生捐精，引发热议。这是中国为了提高生育率而推出的政策之一。随着出生率的急剧下降，中国人口出现了61年来的首次萎缩。中国的新生儿数量在2016年为1880万，到2022年已减半至950万。2021年，中国的新婚人数也是从1985年以来首次跌破1200万。日前在北京举办的人口发展论坛就公布一项调查报告，截至2020年，每10名女性中就有一
一名没有孩子，生孩意愿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。也有分析认为，由于买房困难、生活和教育成本上升等原因，让民众不愿结婚生子。中国人口发展研究中心2021年的调查显示，35岁以下女性只有不到70%的人认为有孩子的人生才完整。中国自1980年代为了抑制人口成长，开始实行一胎化政策，直到2016年，当局担忧劳动力逐渐减少，开始放宽实施二孩政策。2021年提出三孩生育政策，但仍难挡2022年首次的人口负成长。人口减少如何解决，成了当前棘手问题。中央社综合报道。中国中央电视台日前在网络平台上发布影片，宣传南沙岛礁筹设的超市开业。南韩媒体报道，这项举动看似与南海紧张情势没有关系，实质却显示中国盼能有效控制南海的意图。继永暑礁超市之后，中国官方中央电视台所属官网日前发布一段影片，介绍中国又在南沙的碧礁和美济礁开业的军营超市。在南海深处的岛礁上逛超市购物，在常年固守的永暑礁也能喝上冷饮，这是老一辈南沙官兵难以想象的。根据报道，当地官兵们可以用低于市场价15%的价格购买饼干、饮料、生活必需品等400多种物品。外界分析，中国改善岛礁驻扎官兵生活，目的也是为了巩固具有战略价值水稻的有效控制能力。岛礁军营超市让我们的购物十分方便，使我们的保障能力更加健全完善，生活越来越便捷高效。大家扎根南沙，建功南沙。南韩媒体韩联社报道，中国在南沙群岛与邻近国家有主权争议。2013年至2016年，中国在南沙吹沙填海，陆续扩建7座人工岛礁，总面积达约1280公顷。而后开始投入军事建设，让岛礁成为军事要塞。为了牵制中国在此地区的军事部署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日前访问菲律宾，已获同意增加使用4个菲律宾军事基地。Concrete actions to address destabilizing activities in the waters surrounding the Philippines, including the West Philippines.中国对此批评美国举动只会增加区域紧张局势，损害区域和平稳定，同时警告菲律宾不要被美国利用。中央社综合报道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在华视频道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。我是吴怡琳，我们再会。